打狗勾会造成什么结果？打狗勾可能会导致以下后果：一、记仇报复。性格强势的狗勾大多会与主人反目成仇，可能会通过随地乱尿、啃咬家具等方式进行报复。二、离家出走。如果主人多次虐打狗勾，那么狗勾就会处于极度恐惧，并对主人完全丧失信任，想尽办法逃离。三、应激反应。狗勾很可能会因为害怕出现大小便失禁、绝食等应激反应，严重时甚至会危及生命。